哎呦，达人倒汽水，好，我们现在即将迎来的是达人咖喱上桌。哦，我们今天是2024的达人咖喱，干贝，那什么龙虾、螃蟹、螃蟹、螃蟹，对，螃蟹，好酷哦，哇，它是软壳蟹，哦，软壳蟹，对，那些超贵，那就是一个海鲜套餐，没错。哇靠！哇，这酱该不会是龙虾咖喱酱吧？今年的主题为大海之痛风欧姆蛋咖喱饭。那它的咖喱酱还是一样，采用去年的法式龙虾咖喱酱。哇、wow ！那这一次的龙虾酱有煮的比较稍微浓稠一点，就它的虾味比较重。哦，对，哦，所以这次是。上次是龙虾，这次是龙虾加软壳蟹加干贝。对，渔民表示我可以直接把汤喝掉。他喝掉就要付几千块。哦、oh ，